1955年的羊女的。想看什么？他那个癌症就是通关念经都念好了，然后那个他是最近梦到有人拉他，然后就是寿命要到了，他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他现在几岁啊？他现在几岁啊？5、6、60岁吧，我也没算。我看看。那个。六几年的是吧？1955年，1955年的羊。55年，55年嘛，现在已经要到63、64岁了，63岁。63岁一个官呢，我看看啊，什么问题啊？嗯。啊，他折过寿，哎。哇。他折过两次，哦，有一次跟家里父母亲讲话，哦，骂得太难听了，折掉，哦，折掉一年。还有一次，我看看，啊，跟男朋友搞来搞去，伤了人家了，哦，骗了人家了。嗯，那个男的给他 那个男的跟他不好之后去找过人了，给他下过不好的东西了。哦，下过杠头。嗯，对啦。那像这样的话他得念多少礼佛加多少小房子来。礼佛我看看。延寿呢，先念89。啊，礼佛89。放乌龟。小房子他想延寿。放乌龟89只。啊，甲鱼多少只没听清。89只。嗯，小房子还需要总体多少？180。哦，没听清师傅。180。你告诉他，你告诉他师傅，师傅可以帮他救他的这个命的，他可以延的。嗯。啊。叫他完全要照师傅这么去做，千万不要开玩笑。你要叫他念礼佛，每天5遍，不能停。每天5遍啊。嗯，好吧，不能停。嗯，然后听懂了。然后感恩师傅，他的那个丈夫然后也死了，叫做莫小明，莫言的莫，黄晓明的小明，然后1989年过世的。莫啊，什么莫啊，怎么写的莫？对，莫，那个莫言的莫，莫文蔚的莫。啊，莫啊，莫什么第二个什么字啊？小明，春晓的晓，明天的明。莫小明什么时候死的？1989年过世，男的。哎呀，在天上做飞马了，他怎么会变飞马的了？哎呀，变马了，瑞兽了，天马了。嗯啊，天马，那像他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。嗯，还用再往上推吗？推不上去了。嗯，没办法。嗯，那明白。然后那个他的孩子问他还需要挪坟不？因为他梦着坟好像不是很好，师傅对呀，帮他办一下。我就看了，嗯，他，你去看看好了。我不好意思讲，他死之前那个脸已经有点像马了。哦，啊，他是长脸，相貌都变了。他是长脸，鼻子这里很长的。嗯，